Hello， 我江江。今天呢 ，Michael 委托我，今天要去拯救一下这个 Tracy 啊，他被这个人蛇集团呢带到一个隐秘的红灯区啊。我们现在先开我的帅气的 NSX 去找他一下啊。据说这个红灯区在这个洛圣都非常隐秘的地方啊。黑帮老大撑腰啊，而且还有警政署的署长，所以一般的警察不会去找茬。可见他们已经收买了警察了。我看到了前面有警车在旁边哦，他们现在是在干嘛？啊，在跟负责人在聊天啊，是不是？那个洛圣都完全没有法律的嘛，是不是？欸，我先把锤子收起来，我看一下啊，这里边，这边每个人都在旁边这样看，哦，是可以进去的吗？欸，里面的小妞好像还不错啊。这个怎么像隔壁的阿嬷？居然在里面喝起酒来了。这个阿嬷居然在做瑜伽吗？欸，等一下，这位不就是 Tracy 吗？对不对？ Tracy 居然坐在里面欸。我发现这边客人还蛮多的。哇塞，这一间怎么回事啊？这么多人挤在里面啊。哦，一二三四五，有五个人在里面欸。哇塞，这要花多少钱啊？哎呦，哇塞，这个胖子，这个胖子 ，Oh my god！ 哎，等一下，这一间怎么回事啊？在拍什么啊？还有拍照啊？哎呀，还好他有穿衣服啊，对不对？有点怪怪。哎呦，这应该是保镖了吧？在旁边抽烟的，穿个西装啊。哎呦。这里是什么？小型的舞池是吗？哦，这里还不错嘛。这是舞厅吗？小型的舞厅。这个，哦，他在做瑜伽啊，不要误会哦。哦，这边好多酒啊，对不对？还有水烟之类的东西。所以这个走道其实是可以过去的嘛，对不对？好窄。我们先去看一下。哎，老兄，让我过啊！哦，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哇，地上有美国国旗啊！哎，这不是机密吗？你知道你老姐在上面吗？你知道你爸叫我来找他吗？居然知情不报啊，是不是？欸，我进去看一下。欸，这里看起来不赖啊。哇，这位老兄好像某个嘻哈的歌手，对不对？欸，这两个人面熟啊。等一下，这是小型圣诞树吗？不是圣诞树啊。哎呀，那是什么呢？OK， 那我们看一下外面还有什么东西好了。欸，这些破脚踏车放在这里完全不搭。等一下，这一箱箱是什么东西啊？红白蓝欧贝蓝哦，不会讲台语。 Anyway， 这个两个小姐在玩手机，然后他们好像是某个机车帮的队员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我怎么看到一直有垃圾飞出来啊？这个是垃圾桶啊。好，那这好像是帮派分子的小弟的样子。哎，等一下哦，看到不该看的啊。上面可以上去，啊，我们先走下面的这个 pub 好了。哇，里面有装饰哎。哇，这个 pub 也太嗨了吧！有酒吧又有舞厅可以跳舞的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让开。
哇，这边还有撞球桌啊，这是 sport bar 吧？所谓的运动酒吧嘛，对不对？应该吧。Anyway， 这好像是酒吧的出口啦，看一下，哎，这个小姐在拍什么照呢？她好像是记者。Anyway， 不管她了。哦，这应该是这个入口啊，要排队，是不是？还有这个，这是哇，大脚车耶，改装过的大脚车。啊叉叉，帅哦！这位老兄是保镖啊。这边呢？这边有妹子，有妹子在玩手机啊。这个是怎样在把妹、撩妹啊？人家脸上有画那么花，你还跟撩妹？我们今天上去哦，上面好像还有东西没有介绍到、啊。这好像过不去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I'm sorry. OK， 我们上来看一下这个二楼啊，那是二楼还是三楼？哎呦，保镖帅哦，帅气的保镖哦。我看到对面了，哇塞，这两层楼的，哇，好多人哦，在玩手机。哎 ，pub 还玩手机，在搞什么啊 ？pub 当然是喝酒跟跳舞啊，对不对？拜托！这是露天的咖啡厅吗？拿咖啡？这老兄在煮什么？这是烤肉吧？哦哟 ，tequila 哎！Tequila 配这个咖啡是吧？这应该叫奶酒。等一下，这个是这个、怎么下去？这位老兄悠闲那边看风景的，里面这个妹在抽烟，不良示范啊！你们两个、啊，老了，爬不过去了。哇，这个好可怕、啊，看到没有？都从下面从上往下看，好高的样子。这不是 Amanda 吗？她居然跟这个网球教练在这边，这算是友谊的聊天吧？哦，等一下，这好像是水的，有水，但是模组没有出来，有点空空的感觉，很怪、啊。可能是 bug 吧。好了，这个模组介绍差不多，要去拯救这个 Tracy 了，对不对？他们的老爸是非常的给我非常多的钱。等一下，不能再过去了，过去就露点。我没讲啊，我什么都没说。OK， 我们现在要去。这里有走过啊？这里是不是有走过啊？好像有啊，这个角度看起来不太一样。哎呦，这个灯照得我好热啊！拿出我的大锤子，有没有？来，我要拯救一下这个锤子。意外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不好意思。起来了 ，Tracy， 起来了 ，Come on！ 我要带你走了，你老爸在生气了。我要顺便把这边的小姐先放走。走开啊，胖子！我把他打昏了的。我换一个小武器啊，小武器。为什么会攻击到后面的人啊？不好意思啊，出来了，小姐妹。好。我换个。换个小东西，换个小刀好不好？还是拳头啊？我不想要破坏这里啊，对不对？好啦，你们可以自由了，可以离开这里了。警察来了！警察，我是在救他们啊，你们是在通缉我干什么？
我用枪射好不好？用枪射。小姐，你可以走了。小姐，我拯救你啊！快点，警察开枪呀！开枪是为了我。哎，你走开，你好不好？快，快，我拯救你了！快，快离开这里！小姐，让开！哎，这次好运啊，没有砍到他。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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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啊！走开啊！那摄影机拍什么拍啊？警察在射我，警察在射我，警察在射我，不行，在射我在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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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吃我一刀！卖照卖照，过来卖照！过来，跑什么跑？这边有个警察。来 Tracy， 快快快，我们从这里跑，快快快 ，Let's go！ 哎，我们开那台大脚车好不好？我先上去啊，能你先绕过来，等我一下啊。那我先上去啊。哇，下面的人小心啊 ！Oh no！ 哦、oh.。从这里逃走好不好？喂，崔西，快一点哦，卡紧哦！崔西，你的脚很短啊，跑很慢啊！警察都来了、哦，上来，上来，快来，快来 ，OK，Let's go，Let's go， 快 ，Let's go， 快快，冲啊！这过得去吗 ？Go！喜欢这类型的影片呢，别忘了帮我按个赞，好不好？然后记得帮我多多分享一下，好不好？感谢啦，先这样子，拜拜。